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民新攻略。研究发现，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姐姐陪伴的人，心理健康指数更高，家人间的感情也会更为融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姐姐是骂完你打完你还会把苹果留给你吃的人。今晚上有三位姐姐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来挑战，看看谁才是地表最强的手足团队。欢迎三大战队。好的，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三组成员。第一组是最美丽的姐妹党，朱心怡、朱子怡，欢迎两位。第二组是台大姐妹党，苗博雅还有苗广雅，哎呦，好棒。第三组是我们一家都艺人的妮娜和刘露纯，欢迎两位。今天董子董子姐姐都来了，因此给年轻人一个机会，这个意思是现场最年轻的，谁？是我？不，绝对不是我。现场最年轻的，你几岁？28岁。几年次？1993。1993。最年轻。哇，最年轻。092。他九二。哇，毁。哇，差一点。你87啊？1987。跟你一样，苗光雅，来，我们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哇，就是你，你来决定，你来决定。答题顺序一二三，分别是什么？谁？我们要一。你们要一。然后二。二。朱心怡二。对。妮娜他们三，是吧？对。马上进入新攻略，机会赛，九位。我是你们的研究员蔡尚华。我们的机会与命运赛制在机会赛分成三个回合，机会区的人要必须努力作答，而且要正确率一定要高，因为这样子在命运区的队友才能够按下命运之钮帮你们累积奖金。当然最后呢，就只有在这个奖金数最高的这一组呢能够拿到我们的梦幻大奖。那么在这一集奖品有哪些，请开梦幻大门。哎呦，好啊！在这个梦幻大门的背后，我们除了有可以让你变美的保养品，还有功能型的保险箱，以及智慧投影机。重点是10万大奖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这台运动舒压椅。另外加码的20万大奖是可以让你的家里面焕然一新的美式居家套组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奖品给带回家喽。我们准备上路了，3分钟答题总答题时间 ，Round One， 苗博雅准备。请出题。出生顺序也会影响性格，请问在家中排行老幺的人，另外一半是家中排行第几的会比较合适呢 ？A 老大 ，B 老幺。我的答案是 A。A 老大，锁定。为何都是老幺，不是比较能够体会吗？总觉得还是要有点互补吧，对不对？个性上面。如果有互补的话，也可以互相砥砺、互相成长嘛。老大跟老幺的确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像我跟我妹就蛮互补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像她就是比较细心，然后比较有耐心，所以就是可以，比如说比较照顾爸妈啊，或什么的。哎呦，对哦。有一个妹妹可以帮你照顾爸妈，搞了半天你是这样想，你就图这个。他说对了吗？请揭晓。答对了，苗光雅就要忙喽。恭喜漂亮！好，这个家庭排行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。通常哦，老幺在家里头呢都是最备受宠爱的，因此呢比较容易会是家里面的开心果，甚至是吉祥物的存在，也比较会撒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的性格上面比较希望受到人家的照顾，甚至还会有一点点小小自卑的成分，总是希望大家把 focus 关注在他的身上。因此呢，他是最适合跟在家中排行是老大的人交往，因为通常比较会照顾人。苗光雅，该你上场了。好，命运奖金数请公布，最少100，最多10000，就差2个0。命运之钮，请选择。哇，3000元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得的就是10000。哦，苗博雅，继续第二题，请你。命理师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，女性有什么面相特征代表着有天生劳碌命的体质 ？A. 额头纹非常的凌乱
B 嘴唇上薄下厚。我的答案是 A。A 锁定。你怎么认为的？就可能是如果常皱眉头的话，会不会就是有之类有痕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因为嘴头盖面哦。对啊，有人说过我嘴唇上薄下厚，所以基于就是我不希望我是劳碌命的这样一个想法，所以也不需要这么反骨吧？你就劳碌命啊，你就是劳碌命啊。啊，对，我好像也是。你当然是劳碌命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是不是选错了？不过没办法，锁定就锁定了。你是希望自己不要是？也挺认命的啦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接受我们的命运嘛。是。你就是不接受你才选 A 的。有人开创，有人开创。他不想要被大家这么认知啊，不是吗？不想面对现实这样的。你跟奖金过不去干嘛呢？哎，搞不好反逻辑反而对也不一定啊。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的劳碌是年轻啊，有人走老运的不一样啊。就像我就走老运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我是过了四十以后才觉得，哎。日子挺好过的，四岁以前很辛苦啊。四十岁，我觉得就是人生的一个不同的关卡了。我现在是刚过三十，有一点点那个感觉。有感觉了，嗯，你再三五年就知道，好强烈哦。希望你是对的，请你揭晓。女性的什么面相特征呢？你看，所以。那如果抬头纹是很杂乱的人，哎，这的确呢是比较天生劳碌命。比较不好的一点呢是老而无恙，在老运的方面也没有那么好哦。那如果是在嘴巴的部分呢，上薄下厚，这种人呢非常重视情欲。不过呢，他的福运还不错，倒是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呢做事比较没有毅力，容易会半途而废。妹妹，来，这一题的命运奖金数又是如何安排的？请公布。最少还是100，最多是10000，小心哦，请选择。漂亮，就只有2个0，100元。你怎么有可能表现出这么好？没关系啊，太棒了，每况愈下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继续加油，2题答对也不过3100啊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苗博雅，劳碌命，2分半钟继续倒数，请出题，劳碌命。请问若家里的衣服经常有污渍，如小孩的运动服，应该要选择哪一种洗衣机呢 ？A. 滚筒式洗衣机 ，B. 水槽型洗衣机。我的答案是 A。A. 滚筒式锁定。洗衣服你也懂？我都自己洗衣服啊，那这两种我都用过啊，我是比较喜欢用 A。滚筒式是整个在转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水槽型是中有个在打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个核心在打。所有洗衣店也都是滚筒式为主啊。照理来说，洗衣店应该是会用比较会洗的干净、洗洁净高哦，洗净力强的。是啊，就猜一下嘛。请揭晓。洗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哦？要告诉大家，在这个滚筒式洗衣机呢，就比较适合你的这个衣服，你只是主要洗掉一些身上的皮脂。那这个衣服呢，你又是希望它可以一次的洗脱烘，并且上面比较没有明显污渍的，因为滚筒式的，它其实呢里头的水量比较少，所以它的好处呢是这些洗洁剂呢比较容易深入到衣服的内部，但是呢它的洗净效果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强。倒是水槽式啊，它其实在洗的时候呢会快速的旋转哦，所以呢，其实在洗的时候呢，比较能够把一些明显的污渍，像小朋友出去运动的衣服的污渍都洗掉。但是呢，它还是会有一些小缺点，就比如说它在这个滚的过程当中，比较容易让衣服滚成一团或扭在一起，这样的也比较会让衣物有一点损伤到啦。了解。答题权转移了，朱心怡，好好把握机会，准备，请出题。根据人格及职业测验网站分析，家中排行老大的人最适合做什么职业 ？A. 政治人物 ，B. 太空人。我的答案是 A. 政治人物。锁定。锁定。怎么会有太空人的选项？因为政治人物感觉就是比较会有话语权，那太空人比较有点像是他有一个理想，有个抱负，他可以去实践。通常就是老二或老三比较。能去实践他自己的理想，老大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包袱，这样。不错，讲的我都鼻酸了。鼻什么酸了？我也老大、啊。我们也活得好好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努力在这个对啊，我们是很认份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同温层啊，真的互相取暖，互相取暖，对，抱团取暖。
答对了没有？就这么简单吗？请揭晓。为什么？家中的排行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在职业上面的选择，因为性格不太一样。像是呢，通常排行老大的人，他们呢性格比较自律，比较有效率，做事有谋略、有条理，所以呢，因此他们比较适合从事的工作，除了像是太空人这些比较科技的职业之外呢，金融啊，或者是一些管理阶层啊，都是适合老大的。那么老二适合什么呢？老二才是适合当政治人物。你看哦，他又要接受哥哥姐姐的领导，同时又要照顾弟弟妹妹，身处在中间，他必须要处事非常的圆融，才能够在这个家庭生存下来啊。所以他最适合当政治人物。那老幺呢，通常备受宠爱，而且呢又喜欢备受关注，所以通常呢老幺的性格比较适合当艺人明星。所以你也知道导播会跳你啊。达丽娟马上转移，妮娜加油。好，我来，请出题。台湾的天气非常湿热，请问下列哪一项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排湿 ？A. 冬瓜 ，B. 南瓜。天哪，这排湿，排湿，我的答案是。B 啊，什么东西？答案是 B， 南瓜。锁定，南瓜。没有，因为冬瓜是降火气，但降火气不一定能够排湿啊。冬瓜比较偏寒凉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寒凉有时候反而不能排湿，有时候我们就是里面身体太寒，所以才会水肿。就是例如说吃冰啊，然后或什么的。是不是南瓜？请揭晓。哦，其实在台湾呢，在到了夏天啊，事实上呢，是有时候又会很闷热，然后又会下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体内总是会觉得燥热的感觉，所以因此呢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下肢比较沉重，同时呢，也会觉得脸上可能会油光比较明显哦。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吃冬瓜，因为呢，它可以非常的清热，又可以消暑，还可以排湿。那南瓜跟地瓜其实它们也都是非常养生的好瓜果，但是呢，它里头的糖分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在吃多了之后。反而容易会让体内的湿气是变得更重的。哎，苗博雅他又回来了，你看，我们都过站不停。其实离开也不会太久，他就回来了，对吧？人生就是这样嘛。哎，就是安排的非常好，而且是谁安排的？你妹安排。哎，聪明，聪明。准备好了，请助理。老伴儿这个词来自于明朝，现在多半是称老夫老妻之间的互称，但是当时是指什么 ？A. 老师 ，B. 保姆。老伴儿，我的答案是 B。B 保姆，锁定。比较像这答案哦。老师这样叫好像有一点轻浮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后来解释成老夫老妻，以前不是。对，我说如果是 A， 当时如果是指 A 的话，你不会觉得叫老师说哎老伴很奇怪，有点重一点。对的，不好说。以前如果那个叫私塾的话，或许他是个伴读的角色。哦，伴哎，老师都是他来伴读。对耶，知道。而且老师通常年纪都大，哎，通常所以叫老伴通常大是夫子嘛。对，我们的老师都叫夫子嘛，叫三去法了，不好选，不好选，不好选。希望你是对的，来比较。加油！哇，是，漂亮。好，老伴儿的这个由来呢，来自于在明朝哦。当时呢，明宪宗朱见深啊，他就册立了自己才9岁的儿子当太子。那这个他的儿子呢，成为太子之后呢，就派了一个老太监陪着他。老太监啊，非常为人正直哦，常常会口说45经给这个太子听，而且呢，也常常的陪伴他。所以太子跟他感情非常好，就称他为老伴儿。那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嘛，那就常常相伴于他的旁边。那后来呢，这个词才被衍生为是老夫老妻之间的互称。哎，光雅，又换你玩了，好不好？你要知道，整场只有你知道那5个怎么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命运奖金数又长什么样子？请看，最少100，最多10000，请选择。哟，10000元，恭喜！哇，真的站起来了。
拿起来了，一下加了两个零。苗博雅继续，1分17秒，准备倒数，请注定。请问水獭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怎么做来博取敌人的同情 ？A. 把宝宝抱出来 ，B. 假装身体受伤了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我很像看过，他好像真的是假装受伤，好像戏演的蛮好的。A 的话会不会有点太毒辣了？太久了，太久，我也觉得太久了，而且很危险。虎毒不食子啊！对吧？对啊，连他一起冲到危险，想要一起一被一网打尽的感觉。哪有什么带着孩子要走一起走，哪有这种事情？觉得这个有点残酷。来揭晓。哇，真的是爆出来啊！其实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水獭抱宝宝出来要这个求和的照片哦，很可爱，看起来真的很像卡通。的确，那个宝宝看起来真的很小，而且是刚出生的样子，然后连眼睛都没有张开。然后呢，水獭的表情还是那种，你看这个宝宝，他还那么小，你忍得心杀掉我吗？那个表情实在是很有意思。而且水獭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是，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会手牵手，整群手牵手躺在水上睡觉，避免呢他们飘着飘着有人就飘走。1分02秒，继续倒数，朱心怡。请出题。美国研究团队发现，在大考或报告前几分钟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成绩和表现度更好 ？A. 不停地写字 ，B. 和朋友聊天。我的答案是 B. 和朋友聊天。锁定。为什么？哎，我觉得有些人考试很容易紧张，会不会聊天比较放松？但也有另外一个想法是，一聊天就忘记等一下要考什么了。但是我觉得对成绩很好的孩子来讲，反而让他正常发挥，不要过于紧张，比较好一点点。来揭晓 ，B， 漂亮，漂亮。来哦，朱子怡，你上台了。吓死他！他刚本来在神游，被你一叫。朱子怡，命运奖金数，请公布，最少200，最多20000，请写字。感觉一下，什么灵感啊？朱子怡开了，恭喜20000元！哇！朱心怡继续48秒，以我们这边答题的时间，搞不好有3题都不一定。好，搞不好有3题哦，请朱迪。家福基金会指出，孩子因为疫情居家期间当中，家长在照顾的方面最担心什么问题 ？A. 不知道怎么安排活动 ，B. 无法掌握网络使用状况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这两个应该在前3名，我想。因为你说看 iPad 或是手机、电脑或者是 Switch， 是不是都要用到网络？有时候远端上课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是远端上课，因为那个时候有非常多妈妈都不知道，就是什么那种上课啊，然后可能连不上线啊，或者是听不到老师讲话啊，这些东西综合啦。来，请揭晓，不好选。你看，太合理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好，最终的答案是不知道怎么安排活动哦，因为毕竟呢，每天全家人都待在家里头，互相大眼瞪小眼。以前平常还可以出去吃吃饭啊、逛逛街啊，但是现在都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很多家长最烦恼的是，到底该陪孩子做什么？那另外呢，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协助孩子课业的部分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很明显的数据是，因为每天都待在一起，所以呢，负面情绪呢，有50%左右的人都变多了。另外，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冲突，有50%左右的人。也都说变多了。妮娜，加油，准备，请助理。我们现在会用楷模指值得学习的榜样，请问这2个字原本指的是什么 ？A. 2种树木 ，B. 2种印章。A. 2种树木。你锁定。不好选嘛，高文你也不好选呢，你也不知道选哪。不好选，但我会猜2种印章啊。你会猜印章啊？哎，我们俩换一下。来，请揭晓。楷模指的是树木还是印章？漂亮。好，楷木它
它是什么？它又称之为黄连木。那它长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孔子至圣先师的墓前，是他的弟子子贡栽种的。那这种楷木呢，它基本上啊，它长得非常的直哦，所以呢，它的整个树形是非常的刚直挺拔的。那另外一种磨木呢，它是长在西周的圣人周公的墓前，而这种磨木呢，它一年四季会有不同的颜色，会有青、红、白、黑四种颜色，色彩非常的纯正。一个呢是刚直挺拔，一个色彩纯正，合起来是正直的概念。同时它又长在圣贤的墓前，所以呢就代表这个人是我们的人生楷模典范。命运奖金数，请公布。最少200，最多20000，请选择。差一个零，2000块。准备，继续答题，请助理。刺激身体虚弱的部位不同，要吃的食物也不同。请问，若是夏季啊，适合吃什么颜色的食物 ？A. 白色 ，B. 黄色。3秒。A. 白色。锁定。为什么不是黄色？因为我刚刚就联想，你看刚刚讲冬瓜里面是白色，然后我们有时候讲说萝卜，白萝卜它也是可以祛湿，然后就是降火气，好像都偏白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白色。请揭晓。哇，不是白啊！秋天是白色的吧？是哦，你看秋天润肺啊。什么？白色就有像木耳、山药这种，就是秋天要吃嘛，所以秋天才是白色。是，我也很养生。这么了解？我也很养生。养生吗？对。他说对了吗，小黄？四季呢，其实要养的地方不太一样。那么像是呢，在春天呢是风邪季，所以呢，其实要照顾的地方是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吃绿色的食物。而在夏天呢，它是属于暑邪季哦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心脏会比较脆弱，你要促进造血跟血液循环，哎，就要吃黄色的食物。而秋天呢，的确你要养的是肺，所以呢，要吃白色的食物。在冬天呢，养的是肾，所以呢，吃黑色的食物。第一阶段，把我们三组的奖金跟大家报告一下。苗博雅还有苗广雅是13100，朱心怡、朱子怡是20000，妮娜、刘露纯是2000，就差那么一。全明星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现在答题权又转移了 ，Round Two， 苗博雅准备2分钟准备倒数，请助理。许多嘻哈歌手会用 swag 来表示自己的态度，但是这个词最早其实是出自于哪里 ？A. 诗句 ，B. 舞台剧。我的答案是 B. 舞台剧，锁定。你是知道的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刚……哦，你连猜都猜这么快啊？我觉得既然不知道，就赶快猜一猜，这样还有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再轮回来啊。对，后面都很快。干嘛这样？因为后面我怕他很快就回来，答对很多题，这样时间很久，所以我时间要很节省的用。答对了没有？是舞台剧。10万，恭喜！好，这个 swag 这个字啊，最早是在1590年呢，在英国文豪莎士比亚他的著作《仲夏夜之梦》的3章就有写了这个词 swagger。那其实呢，它的最初的意思是代表走路摇摇摆摆、大摇大摆的概念。那后来呢，被嘻哈歌手他们拿去使用的时候，也是代表说，哎，这个人很厉害，然后呢有点自大的那种感觉，会用 swag 这个词。但后来比较尴尬的是，后来他被一些比较情色的平台拿去做使用，所以后来我们的印象当中，他好像变成是老司机用语，那就会比较连接不起来。当初他居然出自于莎士比亚这首。好了，答对了，你又来了。好，准备，请公布他的奖金数。最少200，最多20000，请选择。他就有本事。从里面找出200在哪里，恭喜得到200元，太好了！谢谢大家，你真的有本事，嗅觉太敏锐了，对吧？很会做节目效果。他刚在天堂，现在就会他就下去了，待会他又上来了，不着急，再答对一题，1分44秒，请助理。
请问包种茶的名称由来与下列什么有关系 ？A. 种植的方法 ，B. 包装的方法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你怎么会有这个灵感？那个其实同样的茶青，它发酵程度不同，是可以发酵成不同的茶。你怎么懂这个？啊，你怎么懂这个？这是你的选区里面的事情吗？就我们这个大文山区是产茶区，所以包种茶它不是一个特定的一种植物的名称，它是其实很多的茶叶，它采完之后，它靠不同的发酵都可以把它做成包种茶。那所以我是觉得种植方法好像不是这么有把握啦，因为。如果种茶都大同小异，其实。那如果说一开始就是你在种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没决定它怎么发酵，它不一定会，它可能是绿茶就完全不发酵，或是红茶嘛，就是你后来怎么做？请揭晓。恭喜小妹，真棒，不辜负你大安文山区的选区。正在学习中，学习中，真的。来啊，广雅，请出命运奖金数。最少200，最多20000，请选择。命运之牛在你手。20000元，恭喜！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大只鸡慢蹄啦。大只鸡慢蹄，大只鸡好吃啦，大只鸡慢蹄，1分32秒，请继续，请助理。请问生理期前容易水肿、下肢沉重的女性，比起黑糖姜茶，更适合喝什么呢 ？A. 玫瑰花茶 ，B. 玉米须茶。我的答案是 B， 玉米须，锁定。不假思索的意思是。玉米须茶好像比较有助于排出水分的样子。答对没有？来揭晓。哎呀！再次秀出我们的命运奖金数，最少200，最多20000，请选择。2名，恭喜10000元，再拿10000元，1分19秒，继续倒数，请助理加油。请问下列哪一个四字词语有被收录在教育部的成语典中 ？A. 喝西北风 ，B. 吃闭门羹。我的答案是 B， 吃闭门羹，锁定。一个喝，一个吃，我只是在猜，可能 B 有一个典故，因为我觉得这我其实不太清楚教育部。这闭门羹是有典故的。对啊，如果有典故，好像可能比较容易被收进去。哦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我不太清楚成语典的收入标准是什么，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说，你好像有个故事的话，可能比较会容易写在里面。来揭晓，我记得有典故。哎，有典故的不是他。好，喝西北风的典故出自于哪里呢？就来自于《儒林外史》这本书当中。不过其实啊，为什么是西北风，不是东南风或其他方向的风呢？这跟中国的地形有关系哦。在北风呢来临的时候呢，通常是冬天，吹的是西伯利亚那边的西北风，所以呢天气很寒冷。但是呢，一旦是吹东南风的时候，是暖风习习，你就不会觉得不舒服了。所以西北风代表你家里没有厨粮，在冬天了，只能喝灌到你嘴巴里头的风。好了，达利君的确转移了，苏信厉害，你应该开神坛的。怎么样？你每次只要祈福一下，他就挂掉了。哪有？经验来说都是这样。我是说，他答题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学知识，不是很好吗？好好好，对不对？满口仁义道德。我可没有。请出题。请问法式代表甜点之一的闪电泡芙，取名为闪电的原因是什么？A 可以快速的吃完 ，B 馅料会在口中炸开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你真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是它的形状像闪电，就后面这个学校。你有吃过闪电泡芙？我吃过啊，但是有东西炸开吗？但我觉得好像，好像泡芙都会炸开。所以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以为是形状，就没有这个选项。但我看时间要差不多了，我就选了一个。但现在是蛮想选 A 的。他应该是说东西很短，所以很快就可以吃掉的感觉。东西很短，那你觉得应该选 A 啊？哎，没关系啊，算了。不是，你要让你妹有事做啊。有有有，她有专心在看我答题。来，请揭晓。闪电泡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果然，长长的闪电泡芙呢，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的法国。那它是一种长形的泡芙，通常呢要符合它的特征呢，一定要是外皮很酥脆，内馅呢非常的饱满湿润，同时上面又做了一些精致的装饰。为什么叫做闪电泡芙？原因是因为太好吃了，任何人只要吃到第一口，你就会像闪电一样快速的把整条都吃光。妮娜。换你答题了，答题权转移，剩47秒，准备，请助理。天下杂志针对了40个国家各项美好生活指数来进行评比，台湾在哪一个领域得到的成绩最差 ？A. 社会连结度 ，B. 工作与生活平衡。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我也会猜 B。对啊。我觉得大部分的人，因为有在可能帮人家，有时候在跟人家聊一些比较身心深层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生活跟工作很不平衡，尤其是妈妈们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有些职业妇女她又要工作，然后回到家，然后又要应付可能公婆、老公、小孩，那很难在那个工作跟生活之间找到平衡。社会连结的话，我是因为现在觉得网络很发达，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是有在 follow 一些时事，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不够是吗？来揭晓。啊，不对。什么？你看，我就说我不能讲得太确信。好，其实这份调查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2021年的美好生活调查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呢，台湾在几项指标表现得非常好，像是我们的居住安全名列前茅，同时我们的财富跟收入更是超英感美，都在23名左右。可是我们的社会连结度非常的低，是倒数第5，还输了日本。那大家都说台湾最美好的风景就是人，人情味很浓厚，为什么社会连结度这么低呢？在这份调查里头看得出来，台湾的边缘人很多，它的一个指标是说，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啊，你有多少的亲朋好友会真的来帮忙你？结果呢，台湾的指数超低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次的调查当中呢，这一点真的是比较落后。来，答题权转移，又回到你这边来了。来，请助理。眼影的画法最早可以追溯至青铜器时期，请问当时画眼影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？A. 彰显身份地位 ，B. 保护眼睛不染疾病。我的答案是 B。B， 锁定。怎么猜的？这真的是乱猜的。青铜器时期，就是当时的资源应该也是不多吧。所以应该有资源的话，用在一些比较实用的地方上，保护眼睛不染疾病。当时就在画眼影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来揭晓。哎呀，真的保护眼睛哎。好，青铜时期呢，其实距离我们现在真的非常久远，在公元前3500年，距今相当久了。那时候呢，其实他们认为说，在眼周的附近呢画一圈黑黑的眼影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有一些脏东西跑到眼睛的附近，才不会造成眼睛的疾病。同时呢，把眼周附近涂黑也可以避免强光照射。所以在那个时代啊，其实妈妈在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就会帮小孩涂眼影。那第一个方面呢，是希望他可以保护他的健康。第2个是在心理因素上可以避免受到凶眼的诅咒。广雅又来了，请公布他的命运奖金数：最少300，最多3万。命运之钮，请选择。15000元，恭喜！还有12秒，哇，只剩一题。准备，请出题。
稍快一点点。最初粉红色被认为是男性的颜色，后来变成与女性连结，是受到哪一个产业的人的影响呢？ A 成衣业， B 新闻业。两秒，我答案 C， 请锁定。时间彩线刚好用完，成衣业还是新闻业？为什么不是新闻业？我觉得这两个的影响其实都很大，但是可能时尚的影响可能还是多一点点，会不会？结音揭晓，重要啊！能不能再选一次奖金啊？漂亮，哇！再次公布公布我们命运奖金数长什么样子？最少300，最多30000。命运之牛，请选择。这是最后一扭 ，Round Two 的最后一扭。3000元，还可以啦。旁边啊，隔壁啊，哦，隔壁很高啊，隔壁。好了，三组奖金，目前61300元是苗氏姐妹，朱氏姐妹、朱家姐妹是20000元，妮娜跟。哎，你们今天有没有来啊？怎么还是2000了？我们今天就是来听知识的。那我换。来，刘露纯，请。1分钟大概能答4到5题，请把握机会。答题权继续转移，苗博雅准备，请出题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老剧新看可以对我们产生什么好处 ？A. 坚定人生志向 ，B. 稳定情绪起伏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后宫甄嬛传都播了8次了，重播8次，你觉得再看会有稳定情绪起伏的作用？其实，哎，这样想想好像有点后悔哈。这个稳，因为我选 B 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是如果你就是再重看的话，你大概知道后面会是什么事情了，所以你不会有很多那种起起伏伏。有的时候你放着就像是一个背景音一样，就在台词都会背了。可能是这样，因为我一直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，有没有？看一看之后，就觉得哎，好像你完全都掌握到后面他要讲什么，你都知道了。那都笑不出来了，为什么还要看呢？也不是说笑不出来，就是看，所以我刚刚说我有点后悔啊，搞不好看一看觉得说啊，人生中能够拍这种让人家看100次的电影也蛮厉害的，所以其实也有点坚定人生志向的味道。请揭晓。果然是。这老剧新看呢，听起来跟坚定人生志向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联，但是呢，这一切的来源都来自 self control， 它并不是自我控制，而是一种自律。原因呢，会有些人觉得说，他都已经看过的东西，为什么要重复看？不是很浪费时间吗？但事实上哦，这些旧的漫画、旧的电影、旧的剧，你一再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在同样的地方呢产生了一样的共鸣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呼唤你的内在对这个事情再次更加的认同、更加的坚定，回到当时你在看这个东西的价值观，你一在的重复跟反复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一直不断的自我更加坚定的过程。朱心怡加油，好不好？剩48秒，来，请助理。吃 GI 值高的食物容易使血糖上升，请问下列哪一个水果的 GI 值比较高 ？A. 龙眼 ，B. 荔枝。我的答案是 A. 龙眼。锁定。为什么不是荔枝？两个都蛮高的。但是感觉荔枝水分多一点会不会好一点？因为龙眼比较，荔枝水分多，比龙眼多。我猜的啦，因为我知道两个都蛮高的。是不是龙眼呢？请揭晓。漂亮！准备，请公布朱子怡的命运奖金数：最少4000，最少，最多40000。哇！但有归零，命运之牛，请选择。恭喜得到40000元！哇！对啊 ，Amazing！他运气比你好多了。你看你答了个半天干嘛
啊，对，耍猴戏。所以如果说不能太早放弃，就是怕这个。不能放弃。对。你们现在只领先1000多亿，小心哦。但朱星如果再答对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主席，还有33秒，请助理。百货公司会透过音乐来传达暗号。当听到《蓝色生死恋》的音乐时，代表发生了什么状况？A. 外面下雨了。B. 来客数太少。我的答案是 A. 外面下雨了。锁定，猜的吗？我猜的，我自己讲完我都想笑。我不知道百货公司有这么好的服务。《蓝色生死恋》是韩剧那个。对啊。请揭晓。好，这是百货公司的音乐暗藏玄机。当然呢，到了这个要打烊的时候，放这个费玉清小哥的这个晚安曲是最直接的。但是呢，他其他的有些音乐呢，也都有些小巧思哦。比如说呢，他放起了《蓝色生死恋》的背景音乐，因为很悲伤，就像大家会落泪的感觉。因此就是提醒百货公司里头的人员，外面在下雨喽。这时候顾客进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提供给他一些纸袋啊、湿纸巾啊，可以擦一下他上面的一些水，或者是帮他的雨伞做一些整理。那么呢，另外如果他播放的是《神鬼奇航》或是《星际大战》这种热血澎湃、冒险翻滩精神的主题曲，代表我们的业绩达标啦！大家继续往前冲。朱子怡又来喽，请秀出这一次的命运奖金数：最少4000，最多40000，有归零。命运之牛，请选择。你选到归零就好笑了。这事情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一次。归零。得到40000元。哇！神奇。立刻去买乐透。他每一个都是最高的。朱心怡准备再出一题。心理学家指出，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人通常会拥有哪一种特质 ？A. 工作能力较差 ，B. 个性比较白目。我的答案是 A. 工作能力较差。锁定，时间刚刚好用完，这一局结束。我自己觉得啦，其实我这题应该选错了。我自己觉得工作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他可能工作能力很强。他不一定很差，可是有时候很容易得罪人或怎么样。来，请揭晓。你真的答对就厉害了，我跟你讲。答对。我们职场上常常看到有一些人能力不足，但是自信心爆棚，怎么会有这种迷之自信呢？事实上，他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达克效应。这种人呢，他通常呢是自己比较自恋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所以常常就会眼高手低，以为自己已经表现很好了。但事实上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你能力很烂。请秀出他最后一题，本集最后一次的命运奖金数：最少4000。最多40000，有归零，命运之牛，请选择。好难选哦，大师加油，大师。这不科学。到底是什么？这超级不科学。恭喜到40000元。哎，我起鸡皮疙瘩，他全部按最大的，对，他全部按最大的。我们家黄妹还是比较厉害的，好可怕。三组的奖金，苗博雅、苗光雅姐妹两个61300元，已经算不错的了。朱心怡、朱子怡140000。妮娜、刘露纯那个2000我们就不说了，好吧，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就过去了。好，颁奖。我们送给这对姐妹花礼物可多了，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。来，什么？两大好礼要送给朱家姐妹的是雅士音响 Elvis Cute 音响组，台湾法国携手合作的国际品牌 All-in One 系统，完美融入居家装潢，脚架用几何形状创造出隽永的外观，最稳定的结构，最时尚的搭配。同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朱心怡的面前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奖品是长盛 R8。
吉博餐桌型的电动麻将桌，台湾专用的桌面让你拿摆不吃力，稳定度提高，专用的餐桌盖板让你一桌多用，全自动微电脑控制，热风除湿，让麻将不会再黏哒哒，超静音洗牌系统，娱乐同时不扰邻哦。送给你们所有人，的确，运用你的智慧，掌握机会，才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。所以下周五晚上九点钟，请准时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